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谢谢谢谢。这么冷冷的冬天，对我们所有帮忙的所有的这些乡亲呢，基金协会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个物资，还有我们爱心的这些乡亲们也提供了很丰富的物资，给了你今天各个动作这边发放我们的一年一度的这一个这类物资的发放，包括了红包，包括了白米，那个公主也很贴心，提供了这个现金以外。